哟，安心。老板，你那么及时能赶回来，我真的是太高兴了。一天见不着您，我这心里边啊，就苦得慌。香吗？嗯，这是我手磨的猫屎咖啡。什么屎？你告诉我。喝杯。杨总，知道您喝不惯，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见到您就是这样的。人最难改的就是自己的本性。不是改不了吃，不，咱不说别的，说点正事儿。OK， 改连云为指引，而且你还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。债多了不愁，虱子多了不痒，一块儿来吧。我呀，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你这种背水一战的勇气啊！你了解我呀，我最喜欢背水一战。背水一战的项羽可是自刎于江边啊！哎，我这个历史没有学错吧？咒我是不是？只要你签了这个退出股份，我是死是活跟你没关系了。刘总，你就咒我，这点小心胸。喂，这个看一眼，这什么呀？我想好了，我呢这次呢陪你好好的玩一下。你签了这份协议，我将成为你们远方最大的股东。今后我替你一起来分担这所有的压力，我多分担一点。OK？ 仗义啊！你真这么想的？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Zhao, yeah. Please do me a favor, whatever.